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有人跟不上啊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，有人会掉下来。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，好，停。停这边，待会下场比赛的时候，先做好岸边，照棒次排好。女生最后一棒，你要戴上绿色的泳帽。对，来，一到四单下来的时候，往你们的右左手边走。五到八，往你们的右手边移动，开始。女生一到四往左。五到八往右，男生直接留在原地，因为你们比赛位置在前方而已。女生绕到这边来，走过来，那是哪一班？三班的女生，你不用动啊，你们比赛位置啊，绕过来啊。男生不用绕，男生就在前方而已。八零一在七零一在第一道，七零二在第二道，后面的第七零三呢？照方式，两只脚放好，我们准备要打水。来，请坐好岸边。九到十六，请坐，请坐下来休息一下，待会换你们了。来，最后一棒到了，请换上你的泳帽。最后一棒，然后旁边有浮板，椅子上面第一道有第一道的浮板，每一个水道一边都有准备两块浮板，请你要注意，如果用浮板的出来，七零七呢？七零七。七零七，你们怎么会到第八水道？第八水道是七零八哎，第九水道怎么会有人？救生员要稍微注意一下，女生的身高，特别是这一边的，特别是中间水道的。来，两只脚伸直，打水位。到十六班的第一棒男生，请你仔细听，我现在要做四名枪口令的预演，你们待会是没有预演时间，只有我在这边做示范。待会口令是预备，两秒之后鸣枪，所以请你听好了，口令会是这样子发：预备。好，这个就是跟我比赛发力的节奏，有没有问题？好，除了第一棒下水，男女生第一棒下水区域的，请你排到后面的走道，退到水沟盖后方排坐好。
各位老师、各位同学啊，等一下大家准备好了以后哈、啊，我们就请我们的刘同学来为我们做鸣枪。